间接，看来是间接上个路，挺好。我不打着浪儿，我打着远程英雄，我难受。全军出击！我这没必要回家呀，我划了一下我就满了，拉倒。谢谢卖核弹的甜甜的飞机，还有50秒了啊，1/6的中奖概率，应该还差10架飞机，我们就可以完成这轮超级粉丝团，不是超级粉丝团，福星挑战任务了。这怎么换了呢？刚才不是间接上单吗？能玩了不还？哎，这玩意儿好难杀呀！谢谢左耳 Ucas 的飞机，我滑了，滑了 ，Q 闪现滑了，点烟死。杀！回家，谢谢妮冬和左耳尤卡斯的飞机，恭喜逐鹿66。没过还差5架飞机，哎呀，我不抽了，我今天不过了，我看这种房间 VIP 谁要啊？我看这种房间 VIP 谁要，今天我不过了，我今天我不过了。先插个眼儿 ，Q 一下。EAQ 滑了，是炮车 W 滑了滑了滑了，这那蓝枪怎么回事？我能回血，哎，螳螂死，这螳螂敢越我的塔，你干嘛去了？刚才你跟螳螂打100年，他怎么跑过来的？你看螳螂搁那打的不挺好的吗？刚才怎么螳螂跑我这来了呢？我本来想去帮你的。你真不回家呀？我真不回家？那我觉得我可能得送你回家了。你当真不回家？啊？给我死！嗯，哎，兵也没吃着，赶紧把兵线推进去啊！我们回家，
我们不回家，我们凭什么回家？真追呀！回家，一千，够，可以啊。哎，我为什么用的是这个皮肤？我不是用的那个鬼影重瞳吗？怎么变黄了呢？是我塔皮，快点！快点是我塔皮！你为什么不是我塔皮？这波他四层塔皮没了。梦魇拆塔老快了，这英雄，那一个扣加攻击力加50多点，50多点攻击力，50攻击力，我们拆塔一下120，往哪走？小拉尔，往哪里走？回家了，无敌了，我在此宣布我无敌了。麦特姨给我写了一首歌，老婆，哥，哥，我的哥，是给我写的歌。可以吗？把一些塔先拿了。为什么带扫描？因为没什么带的了，杀了得了，也不先拆塔了，直接杀了吧。滑了，哎，拜拜，我不打了，我这停停，这一个011的，一个050，要杀我600，不可能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杀了啊。这一波我们先来个这个。哎，算了，没有意义，还是先来这个。我先来考菲尔德战锤，他也没有办法给我捡西地。
可以啊。现在我们仅仅只杀过螳螂，杀过拉尔，但我现在没大呀。小龙刷了，没大招不好杀人呢。没有红，算了。哎呀，这也没法去呀。他有 W 没有？没有 W， 我们可以尝试一波击杀啊！哎，算了个球吧，那有没有 W 我都杀这波。干哈呢？为什么不放 W？再不帮这个阿卡丽拆防御塔，杜城都要脱落了，赶紧帮他拆塔啊！你这兵也不好收啊，你这能不能好好收兵？我抠你！还有60秒，我要不要上去杀这拉尔呢？杀了吧，不杀白不杀，白给钱谁不要啊，对不对？不杀白不杀，把他杀了。跑的是真快呀，那你能跑过我吗？哎，无所谓了。哎，我真的点的是他人，哎，为什么一小兵了呀？我真的点的是他的人，我没有点错，卡 bug 了吧？这家伙的，这可咋整？哎，算了，划了得了。怎么出来个剑姬呢？真讨厌。我们去杀一杀 ADC 啊，还有对面的辅助。这 ADC 看来好像挺肥呀，挺肥的，对面 ADC 不错。好缺蓝，所以带个腐败药水吗？梦魇就是缺蓝的，没办法。来杀个 ADC， 这波的话，正好 ADC 没有什么技能啊，正好 ADC 把子弹给用了。好闪现，有没有蓝 buff？ 没有，把剑姬杀了吧。剑姬也不知道搁那干啥呢，往这一站。干啥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晚猴等我啊，晚猴。哎，蓝枪怎么死了呢？先把这泰坦收了，再把这 ADC 收了就行了，省得这泰坦老控我。我们来个收集者吧。哎，又不好使了。哎，我又有700块钱了。收集者还是夜印之风？收集者，不是洞主卖事，别老怪人洞主。那英雄联盟 bug， 这100块钱都不够，都不够你们累的，那出动这么多人。哦，剑尖杀过我呀，剑尖。剑尖杀过我，我们把剑尖收了，再去中路收 ADC， 他俩肯定往右边走，100%往右边走。来吧 ADC， 还有泰坦。我们家视野是真不错，我跟你们说。嗯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造反呢？来，小兵。个哪的 ADC， 你让我划了一下，真诱我。没搞错吧，他给你下当了。溜了溜了。回家出夜印之风，然后我们再来个春哥就差不多了。现在是65的捡息地。小龙其实没啥必要要啊，要这小龙干嘛呀？跟我来，那杀泰坦吧，也别人杀不了。挺烦人的这泰坦，杀拉尔，拉尔，我给你探视野。
你这虚区也太低了，你这虚区。哎呦！哇，这 ADC 要杀我 ADC！ 我的天哪，给我枪毙！好 ，ADC 居然用闪现杀我呗 ！ADC， 我没想到啊，我确实没想到 ADC 能用闪现来杀我。不行，我来个幽梦啊，出个幽梦试试吧。那剑尖儿都没蓝了，我大招60秒一个，先把他杀了。那还行，螳螂死的有点快呀。怎么一瞬间人就没了呢？打大龙，我都不知道俺们家还有个碗猴，真的，我一开始都不知道，赶紧升个16级啊！现在。升个16级，下一波这 ADC 活不下去。我有闪现，他必死。我不用他在那狂风之力风筝我没有用，谁也保不住他。下一波，我想他死，他就必须得死。我杀了，杀的没意义。先把螳螂收了，等一下致命节奏。我说了，我让你死，你可能是没听见，听见没？别给我猜啊！这 ADC 下波还得死，我的大招正好是他复活时间，兄弟们，给我留一波。这是来找我来了，这是，这顿追呀，追吧，追吧，你们就非得要追，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追啥呀？你说你能打过我呀？可以啊，给我上来，我拿走来，给我打死这 ADC！ 嗨呀，又没有大招，气死我了！我就是仁慈了，我就不应该放大杀的螳螂，那螳螂像个傻逼似的，一顿追呀，哎，这顿追呀，追个屁呀，追！他打不过还追，真令人生气。又让这 ADC 给他跑了。小龙打了吧，那他
螳螂纯是有点病，真的就是有点病，就硬往里头冲啊，真是病得不轻啊。他秒表没用啊，这波他还得死。秒表我们留点技能，知道吧？把技能留一点。我就知道他得秒表，哎，我就等着你秒表。你以为你能秀得了我，小伙子？他怎么跑这么快？这螳螂怎么回事？这螳螂，给我死！这螳螂死多少把？死吧！狂了，这 ADC 下回玩 ADC 不要这么狂妄。